快点，拜拜。你的生日我拜拜，拜拜，拜一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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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天哪，没有磨皮，怎么这么强呢？对吧？好原生态啊！哎，我想说，虽然我们俩很漂亮，但是有请大家呢，不要这么原生态，好不好？对吧？懂吗？虽然我们俩很漂亮，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原生态的一些东西，真的，但是你也是漂亮的，就是我有点丑啊，哎，懂吗？等一会儿，你先跟他们讲讲，行，讲什么？讲这原生态，这讲。懂吗？懂吧。我们家新录的这个录没有中泰的上班录好看，懂吧？天哪，为什么没有磨皮啊？有啊，有吗？有啊，哪有？你看，为什么你脸上有，我脸上没有？怎么这样？你的 iPad 它怎么这样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为什么它只磨一个人啊？你这个 iPad 是什么？单推 iPad 是吧？没有吧？这不是有吗？它有吗？有啊，真的。是。你看，多好的皮肤。他们说你的没了。你的 iPad 只能磨一个人是吧？两个人它就不行了。有吧？你看，哎，我好像现在是有的。可能刚太近了，没识别到。有了，他说好像也只能是一个人，真的不知道，没有缘分。五周年，是我们的五周年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五周年吗？同台五周年，哎呀，好怪呀！天哪，我才来了48多久呢。我来了48才五周年，很久了，才五周年，对啊，我来才6年呢。我们都认识五周年了，好离谱啊！这么久？对啊，他们不是说把我们同台五周年？你不会忘了我们5年前还一起出去玩过吧？哎，好吧，真的吗？对啊。玩什么？一起出去玩过。玩什么？就是你忘了晚上的时候。等会儿我想想再说吧。拜拜拜拜拜拜。